有种在看戏的感觉。实况转播，现在写金佑送的人气彩虹桥，看到的话我会想笑你，不要笑我，我现在在很重要的看有没有签完。这是什么另类的，就是团康游戏吗？谢谢掌声鼓励，谢谢人气便当。何恩不是送完了吗？还没送完吗？这两天考完考试，对对对对对，考试。明天本来要补课，但是因为有粉丝见面会，所以不用补课。你没问题，谢谢，谢谢，晚安安，晚安安。哦，要300万了的各位，我们快了，还没有，还有700万。700万是什么数字啊？太可怕了。谢谢。你有没有找到礼物？谢谢小虎喵送的人气彩虹桥，送起来300万了，他会变成了更可爱。明天就是新发型了，各位，明天看到的我就是新发型了，请大家期待一下新发型。虽然你们应该看过了，就是各种，就是对。谢谢坤坤，谢谢 Skyline， 生写真买下去。对，圣诞节生写真，哦，完全没有宣传，请大家多支持。双马尾，对，但是另外一种双马尾。谢谢夜市冰泉的爱你第一天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第一次看到，第一次看到。妈妈也在找吗？我觉得她好像还没有找到，还是她没有，根本没有在找，她没有想参与千万的活动。8点 MV 的零一就是新，对对对对对，八点就是新发型啊，佛系旋转，我认真忘记，高的双马尾吗 ？Yes， 你们期待8点的到来，你们会不会直接送到8点，然后刚好可以看 MV 这样子？人气泡泡，谢谢谢谢便人气便当，怎么办？400万也有点微妙的困难呢、欸。大家，大家，数字君，数字君就是团结力量的，我们什么不怕，人最多。谢谢谢谢，400，我们什么不怕，有团结就够了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是不是差不多了？我现在不知道我在躺什么。谢谢400万了，谢谢追踪主播，请告白告白。谢谢阿信的 roof， 我现在烫成这样，然后你们等一下看看 MV 就会发现怎么长得不一样，就是发现不是同一个人，这样会不会认不出我是谁？什么不怕人最多。什么不怕人最多？对，我们就是人海战术。谢谢真情告白，他是不是没了？现在是不是卡了？没有，还没有卡，还没有卡，没有卡吗？有卡吗？谢谢看好你哦，谢谢何恩，何恩为什么这么多啊？你应该不止送100万了吧？感觉应该有200万。谢谢季风亮的人气便当，看完就是要梳头发。原来是你卡住，大家都出资了是吧？大家不要出资，还是大家不想浪费已经冲到400万的问题？这就是目前首页第六，现在目前首页到多少了？我好想看哦，可是我又不能登一样的账号，是吗？因为他会怎么说，会不见。谢谢真情告白，谢谢傲奖。对啊，大家是不是氪金？出一次抽5次这样子，别出，留到现在。谢谢何恩。大家不要出资，这样会生气吧？哦，我说，不用为了抽人气礼物出资，想出资还是可以出资啊。
请妈妈带看。谢谢阿基拉的姜饼人，对了，大家明天会更新圣诞节企划，是一个蛮废的圣诞节企划，就是跟圣诞节其实没有什么关联的企划，希望大家不要太对。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他现在是不是有点微妙？好像上不去了。400好像是上不去。现在 Skyline 圣诞老人，是圣诞老人的特效了。谢谢圣诞老人的礼物，吓到一波。谢谢圣诞袜，这好酷，对啊，好酷哦。总是会有一些新的礼物。400多，因为您的安利去看了歌店。怎么样？其实我觉得歌店是一个要自己想看才会愿意看的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不然其实会懒得看。因为假如说你突然……那我就去买个饮料。啊！我不要，外面太冷，好不干。什么？浪的什么什么，忘记不知道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特别是看了光野真守的节目，什么节目啊？他有上的节目之类的吗？耳机党吓到。我刚刚想到 ，Hello 李天天 ，Hello 李天天，是不是要送个礼物？不然你就是个二姐，感觉普妙的剧情，什么普妙的剧情？啊，你说歌店吗？歌店超，歌店就是一个怎么说不符合现实的一个剧情啊。今天很乖，哈哈。没有讲什么、啊，所以说二姐，天天都不去抽奖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不是啊，那个礼物不是不用氪金吗？天天不是去谁的台都有去吗？哦、好烫哦，烫到 QQ， 没事。没事，二姐天不知道怎么抽，不知道怎么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抽，反正大家就是说去哪里抽，我来看看在哪里抽，谁可以教一下在哪里抽？他在哪里看？追踪最新还是什么直播？看到30分钟可以抽一次，还是天天都没有看超过30分钟。谢谢阿信的 love， 在首页的圣诞企划。我的是全黑的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全黑的这是正常的吗？为什么没有东西？在哪里啊？这个吗？不是。哪一个？虽然我应该没有理由，还以为从日本回台湾你就跟我要一个，是，点进去，然后嘞，虽然我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，是什么？摇一摇换礼物，可是我没有看过啊，滑到圣诞树那里，摇一次。欸，我有人气彩虹桥，在哪里啊？啊，他会送去哪里？然后我要去哪里？免费一次可以。背包包包里，我在哪里啊？谁可以告诉我在哪里？我在这里。哇，哪里？我在哪里啊？嗨，进直播就可以丢背包礼物，进去某个直播间才可以看到。blah blah blah。追踪？哎，我没有追踪，傻眼。
背包礼物不行，我要等，我要等你们有礼物我再开始送，不然现在送他就会这样大哦。虽然我觉得今天应该没有办法，还是大家要礼拜日再战一波。谢谢傲讲的 kiss 啾啾，大家还是礼拜日再战一波好了，我觉得今天好像没有什么机会。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让大家存一波，让大家存一波，存到什么时候？30分钟后。有看到小学生跳？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累积到礼拜天，累积到礼拜天，可以吗？你也想要千万人气主播？其实没有，我只是想要看一下那个数字。存到星期日，对，存到星期日。天天要丢核弹，天天不是没有，我没有什么都没有讲。请大家，我们明天见。大概存3天就可以很多个。数字君冲千万数字，千万数字君。你天天都没在丢礼物的，一天免费可以摇6次，为什么只有1次？还是我也要看30分钟？网络太卡了，晚点回来，拜拜，为什么？免费仔站出来，免费仔讲话还这么大声 ，Hello 姑讲，过来。看30分钟可以摇一次，看30分钟可以摇一次。干嘛？你要烫头发吗？可是你没有头发可以烫。姑姑讲，你很久没有跟大家 say hello 了，姑讲，你是不是又变胖？干嘛？你不开心哦？不开心哦，姑讲。开心我哭不讲，嗯，你要开始咬我的头发是不是？哭不讲，也是可以烫，不要啊，毛太短了，烫的会啾啾。被当作二界的体质，他就是二界，有焦香味的头发。谢谢北神推的年度选票。看到姑姑讲就要去玩一下我家的猫杰克，为什么？他就是。晚上好 ，Hello 正人，谢谢阿华的 Love。关掉。为什么要这样对？因为你是二姐。大家都说天天是二姐，从此以后天天就是我这里的二姐。明天加油，明天加油，大家8点加油，8点加油。看来不要当乖宝宝，你有哪一天是乖宝宝啊？从来没有看过。天天送的礼物表示诚意。他真的是二姐，对啊，为什么大家对他这么好？今天很乖啊，今天很乖不代表每次都很乖。天天二姐训练，对啊，天天只是个二姐，对，因为大家爱天天，好，大家请多给天天一点爱。你喜不喜欢他？不喜欢。救我才不要救你。粉丝会救你，粉丝会救你。我的粉丝会救甜甜。我欺负甜甜，粉丝救甜甜。
期待新的桌历，期待新的桌历，大家期待新的桌历。明天，明天可以买到新的桌历，还有什么明信片跟什么，还有什么，还有什么东西？今天超开心，开心。嗯，可能因为很久没有直播，桌历必买。现在不能去，但是有二蛋海报，这不觉得可惜啊？最近好像一直这样说，然后就被榨干了，被榨干了。你这边感觉很难说，他说43款是不是？超多的，43款，怕抽不到01，不会，一定会有其他人买，然后会抽到的。乖乖买年历就好了，30分钟了，要去摇一下。大家可以说好，然后再一起送吗？我可以一起送，虽然我只有10万，我只有10万而已。从换写生写，接下来换明信片。你们有很多东西可以换了。对，大家会来跨年吗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很难？31号，31号是不是很难请假？还是有放假？礼拜天再送啊！你们讨论，你们讨论好。住你家的话不难，跟同事跨年。大家都要上班，没有女伴跟你住，自己住。12月10号放假到年底，太早开始放了。跨年那几天老公回来，应该没办法。隔天要上班，跨年无法，可恶！大家竟然不来，哼。可以直接住家里，还不确定能不能去。那期待大家去，大家回去这样子。不是故意不去，请假从医院。要说台下有没有人，这样数字君就出动。啊，他我就说不能去嘛，哈哈哈。原谅你，原谅你，原谅你。那握手会要来，甚至会要来。握手会有来就好。请现在就把2月28空出来。订了30号飞机。生日会不能去，好哀怨。留起来，留起来。Happy New Year！ 刚刚一边听直播一边铲猫砂，希望能有前排一点的位置。把我拐入数字君啊！不要啊！我才没有一点都没有想要李天天来当我的数字君。这是必须牺牲跨年。好，握手会来就好，我就原谅你们。不能去吧，去宜兰的份追加在握手。请追加在握手卷，来回大概300块，可以有一张。二姐甜甜，二姐甜甜，甜甜只推 Mina 跟七七啊，不需要再加推01了。27要回台湾，没有买到票。我问看看大家有没有多的票啊？早林会不会被你直接说下面？嗯，这个呢难说。
握手会的人会得到奖励吗？会得到比天天还要好的奖励。首先要先到台北。啊，对哦，小回超远的。省车钱，省车钱。生日会之后会试出有很多很多很多人多买。OK。贝爷也是很不错的。贝爷嘛，我最会了，我最会了。找我，欢迎找我，想被研究来找我。对不起，没有填的那个时间。听诊会得到甜甜，信伟会得到甜甜，信伟来找我，握手会得到甜甜。地标标准，早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大喊演你，演你超无聊的。演你是什么？当兵在新月对面，好怀念。乱送乱送，谁想要收到甜甜，欢迎报名。妮娜会想要收到甜甜吗？送回去他家偶像那里。眼里有灵异，大家眼里没有灵异。专业工具人，专业工具人，专业工程师。一直打翻泡面的工程师。米娜不理你了，惨了，天天没有人爱，哈哈，天天已经没有人爱了，天天剩下粉丝了。信伟和大菊会收留他，干嘛啊？姑娘，不要对着荧幕。天天还有信伟大菊跟果蔬，几乎都不吃泡面。还有怀怀，很好啊，他有很多大户，天天有很多大户粉丝。豆饭料要怎么吃？捡起来吃。干嘛故意讲？38分了，大家，我们还有22分钟，22分钟就要开始，握起来，他为什么要突然跑来我这边？给你们看裤子，算了，你们应该看不到。レイジとの握手楽しみだな。待ってます。等 MV 八点带大家看 MV。 谢谢我来签到，可以透露在哪里拍摄吗？你看了应该就知道吧，他应该会写吧。我不要爆雷，不爆雷，结束之后再爆雷。播 MV 的时候就要先跟你说拜拜了，拜拜。谢谢傅伟的浪漫玫瑰，把两个手毛当纪念。直播 MV， 高美师弟不是吗？慢了，帮你们直播可以啊，如果你们看得到的，测试。哼，怎么样才看得到？我们来测试一波。先拿二单，感
谢观光姐姐。我们来看看这样，这样看得到吗？还是会反光？请问这样看得到吗？是不是会反光？这样你们看得到吗？一边用手机看直播，一边用电脑看，还蛮方便的。用 iPhone 11看，帮他们实况。啊，关机了。我只是想开个声音。拜拜，天天。88万了，看得清楚，怀念二单。怀念二单，谢谢真情告白。手会不会酸？还可以。我很担心夕阳的 MV 会不会很长。该怎么寻找活着的思想，要怎样让身体好好感受。谢谢傲江的蓝色应援棒。是第一次登台表演，竟然会如此不可思议的雀跃，心高在也。MV 太长会拿到手酸，你也没看过。你们猜啊？等不出眼，现在开始呼吸。舅舅好可爱，放在舅舅身上不？对啊，第一次跨年就在宜兰的心得，不错啊。虽然我没有认真看过宜兰的跨年，但是可以上跨年就很开心啊，而且还是在宜兰，熟悉的地方，熟悉的新月广场。妈妈会来看吗？不知道哎，应该会吧。说不定她会在家看转播，因为不想出去这样子。结果是剧情是 MV 一播就十分钟，跟上海一样，跟我们不战斗那个一样，超长这样子，看到疯掉，我都懒得看。啊！不要咬我的外套，酷奖，酷奖。你的牙齿又在痒了。本地人没看过本地，对。老妈常去，新月是宜兰唯一的百货公司，应该吧？在看到疯掉之前，手会先撑不住的。雅琪跟酷酷讲讲话的语气，身体好好感受。罗东没百货公司吗？有吗？不知道，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吧。隔天好想租机车出去玩。去过蓝屋吃饭，
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鼓掌。看什么看？鼓掌。我在看那个，就是，YouTube 有什么介绍 AKB 48 TP 的人。我今天在看什么 reaction？ 常去新月吗？不太常去，但是买东西通常都会去那边，因为比较多东西啊。但是因为每次去就会花很多钱，所以不要常去比较好。今天好乖，我不知道他在乖什么。不知道他在乖什么。圆山家附近的橘子咖啡可以看夜景哦，我知道，好像在一个很隐秘的一个地方。不习惯他这么乖，因为妈妈会乱买。不是啊，就是怎么说，因为是大卖，就是大卖场有家乐福啊，所以有时候就会不小心花太多钱，不小心就越买越多这样子。久久没吐槽一下，他怎么可能吐槽我？哇啊！这个是什么 ？AKB 48 TP reaction 有好多，大家有看过吗？虽然我没有看过，我有看过前两个，然后后面都没有。我等一下来做一下 reaction， 虽然我超不会做 reaction， 是不是乱做？不是有间饭店还有游泳池，哪个旁边有饭店？回想一下，你说新月广场吗？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什么饭店吗？看看有没有。买到要剁手，谢谢季洪亮真情告白。旁边就是武大，该去剁手，请去剁手，不用剁手，别剁手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你看他跟贤弟挤我手。嘿嘿，你嘴巴很臭，不要咬我的头发。新月旁边的饭店，看怎么看啊你！不要咬了一下，然后又看我的脸。就开始嘛，对，要开始。才刚洗完头，对啊。好吧，都是英文，我根本看不懂。你干嘛？他摇晃的样子好看，想留长头发躲猫，留一下，留一下。我来看人家的 reaction。他们的脸非常的有趣。大家，我们还有最后十分钟，期待期待起来，大家期待起来！要把你的脚举这么高，好不好？鼓掌！你可以，就是那个吗？你现在有在镜头面前？你现在有在镜头面前鼓掌，
倒数十分钟，倒数十分钟，各位，倒数十分钟要做什么事啊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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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啊？不讲，就是狂舔他的腿，他狂舔他的腿。2020跨，2020宜兰跨年熊战晚会，2020宜兰熊战跨年晚会，超难念。12月31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，宜兰新月广场，大家有看到吗？跟大家宣传一波，我在这里。所以心里面都可以听到林的口白吗？你买了 CD 就听得到了，买了 CD 就听得到啦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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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他寄来，等等去订票，订什么票？哦，跨年的票吗？噔噔噔，嘿嘿，现在在唱饼干，不知道就突然想唱饼干，哈哈，应该是下大雨，对，他现在在下大雨，他现在在下大雨。刘晓晴最近很喜欢拍闪光灯的照片，所以我现在有很多闪光灯的照片，但是拍起来都很怎么说，看起来很诡异，所以我没有打算 po 的意思，所以就再直播给你们看就好了。这怎么说呢？很诡异。我们看不到，太亮了。小型的闪光灯系列，对，小型刘小型的闪光灯系列，啊，太亮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到，帮我把这个转走，能看到吗？啊，还是看不到哎，那怎么样才看得到？连整个都看到，哎，这样看不到。你看，你看，超级闪光灯，根本什么都看不到。荧幕调暗，荧幕调暗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很像鬼，超像鬼。哒哒哒哒哒哒，马路徐佳琪。马路徐佳旭，超白，你们什么都看不到，黑色的，看得到我荧幕很脏，这样子，这样，秋放，可是看起来很阴森啊。我是觉得蛮阴森的，应该没有了。对啊，你不觉得他家很阴森？我超像鬼的，哈哈哈。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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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么一回事，哈哈哈。不是啊，就很不适合我的 IG 啊，就是放上去，放上去的话很不适合，哎呦，放上去的话很不适合，哈哈，现实连接一下，该会的挂听挂听，
跟大家分享。没有，一模模一样样的照片，照片集，一模模一样样的照片。太多了。没有什么，就是一样的照片。最近滑到哪边会滑到不能滑的地方呢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懂，大概到这边吧。可不可？可不可？求动图。耶！会动的想要。好了，应该没有可以给你们看的东西。怕我等一下突然滑到不能看。MV 抢先看，没有，这不是 MV。为大家介绍石头火锅，为大家介绍石头火锅。耶，小金蛇看起来好粉。很粉吗？另类吃播。西门的石头火锅 ，yes。记录，这是那个什么铁玫瑰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时候，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倒数两分钟了，那个后台，没有什么，对，就是一堆废片。明天会更新圣诞节的影片，哎呀，剩一分钟了，各位，我们终于撑到剩一分钟了。MV 会准时出现吗？究竟会不会呢？求废片，求我的废片。八点了。究竟他会不会跳通知呢？还是他不会跳通知？我们来看他会不会跳通知。哎，
出来了，各位。声音在什么？天地奇，我分叉的刘海，林姐，好多人哦，16个人，好可怕哦！该只问骑脚踏车。挡住了。
耶、yeah, ，结束了，大家首播大成功。哦，好亮，好亮！哎呦哎呦！林小迪官方 CP， 显迪奇，什么什么手势？显迪奇。广告，广告，广告！不接受广告。大家按赞，大家记得按赞哦！大家要记得按赞，看之前先按赞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是不是没有在抢红包？大家有在抢红包吗？大家有在抢红包吗？酷奖，不要再睡觉好不好？起来看 MV 啊！酷奖，你为什么在睡觉？起来看 MV 啊！酷奖。姑奖，姑奖，姑奖，起来看 MV 啊！起来明天现场看到新的双猫，醒醒！起来看 MV 咯！谢谢找回了麦克风，快点大家把最喜欢的描述在底下留言这样子，大家欢迎。把你最喜欢的秒数在底下留言。虽然我觉得我好像长得一样，没有，我说长得蛮像的。我说我的镜头好像都蛮，都长得一模一样。显迪奇，那里面大概会很长。反应出现的所有时间都标出来，大家这么闲是吗？干嘛跟我讲？不开心哦，叫你起来不开心哦。这种感觉很多开心，好险，好险还有镜头，好险我还有镜头，很担心哎，16个人哎，超难分的。跟我讲。不要又睡下去了，叫你起来看 MV。Hello， 顾江，你要睡就睡，还打呼打呼。好，现在明天现场吧，明天记者会就可以看到喽。你本来就是滑滑板吗？不会啊。我为了那个学滑板，其实我也只是会执行这样子。肉肉本来就会滑滑板，但是他的。他的剧情是他不会画画的，但是他其实会啊，其实会，其实大家都有学一下。当夕阳。Uber Eats。非常实用的 APP， 它让饥肠辘辘的人可以立即找。要打呼，妆会溜，又是妆不会溜，会溜好不好？现在不知道在说什么，没关系，看得开心就好。要打呼，酷奖，我们来实况转播酷奖打呼。拿不下来，实况转播哭讲打呼，看不到哭讲，继续睡你的哭讲，快点看哭讲睡觉。他不爽了，他要不爽了，他等一下要不爽了，他要不爽了，快点不要吵他，他要不爽了。啊！事故事故，没事没事。他不爽了，他等一下就不爽了。
我们不能让他不爽。大大打呼，大大的打呼，是要打呼，太嚣张，他太嚣张。我怎么觉得镜头看起来超奇怪的？镜子细细像那张脸庞，从不怕。让别人知道他是没有认真看直播的人，不知道这边躺了一只东西这样子。蛋糕裙很好看，恭喜你们明天就可以看到真正的蛋糕裙。跟男一吵架，无论谁都一样，都会在我心里彷徨，还没投降，却因为有彼此的肩膀。之后发型也不是蝴蝶裙，你们可以现在开始预约握手会是什么发型？其实我一直不知道，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呢？可是这次有蛮多人都是那个发型啊，所以我就不想要那个发型，我就换了另外一个双马尾。其实我本来有在想要不要就原本的，然后卷起来就好了，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看不太出来差别，所以我想说就全部都绑上去。黑长直握手会吗？黑长直可以啊。越高挂，回来不知不觉爬上了窗，那星光全树上去很可爱。曾一直祈祷要远方现场演。其实全部梳上去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不太会绑失败。因为其实本来那个发型就是很难，那个角度真的很难抓，尤其是每次给不同人绑的话，我就很紧张。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对角度没有那么要求，高低不一样，不是高低不一样，就是他假如说他绑到这边的话就很好，绑到这边又很怎么说，所以他有一个很微妙的角度啊。一直同意没有哎。就是他有时候会绑在这里，他有时候会绑在这里，有时候就会这样，然后绑超高这样子，很可怕哎、欸，超可怕。就是找以前我上节目的发型，就会发现有几次的发型非常的可怕。谢谢人气便当。他为什么会突然有广告，突然自己播？有时候很高就很突兀，超突兀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就是怎么说呢？我实验给你们看。Uber Eats， 对，就是呢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就是比较，这个地方比较标准，但是有时候它会变成这样子就有点诡异，然后有时候绑完它会变成这样也其实也蛮诡异的、啊。然后有时候又会绑在这里，这样的话看起来就很怎么说，整个人看起来很长，所以他需要在一个直角的地方，他需要在一个直角的地方，他需要在一个这个平行，然后这边直角的地方，然后他要
有一个角，然后这边不能露，不能是这样，要贴在这里，就是这边要贴着，就是它不能是这样离开头发的，就是要粘在一起，而且它只能这样翘一点点这样子，这样。它这边要立起来，这边要立起来。它如果垂下来的话，就会看起来很奇怪。总之呢，我觉得有一次的发型还蛮可怕的，忘记是什么，忘记是哪一个。记得有一场很可怕耶，我的发型很可怕。这场，这个超可怕，这场超可怕，哎呦哎呦。国光帮帮忙，我那场的发型超可怕的。可惜他没有进。这场的头发超可怕的，非常印象深刻的，很可怕。不一样的发型。对，那是第一次别的发型师，喜欢 MV， 谢谢。对啊，那个真的很可怕。其他好像就。有几次就是有点可怕，我自己觉得有点可怕。我自己感觉可以遮住没绑好的地方，对，一单的时候比较可怕，就是因为没有地方可以遮出来，遮住这样子。没有。刚好在最前面的地方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一场好像还好，晚上好哦，晚上好哦。在 MV 里太可爱，歪理，谢谢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帮我宣传，请帮我宣传我的 IG。欢迎宣传，欢迎追踪我的 IG， 期待明天见。哎呦，2000观看。两千观看，四百个按赞，大家怎么还不按赞？
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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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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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明天等待记者会的时候，可以先多看几次这样子。滑板滑起来，大家有看到我滑滑板吗？其实我刚刚没有看到我滑滑板。为什么明天这个看起来还不错？又滑板跌倒？有啊，你可以去每个地方问看，你可不可以问到跌倒的那个人。谢谢奥奖的浪漫玫瑰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去了高美湿地，就是那个我们其实有去高美湿地，然后风超大，怎么说呢，各种风超大，你看我们最后刘海还在，其实已经很开心了这样子，其实已经很开心了。有比起的肩膀和记忆，把你们慢歌美团舞蹈动作看了 MV， 感觉你们还是很忙。怎么说呢，那个鞋子超难穿，那个鞋子超痛的，每个人都穿到很痛这样子，因为那个鞋子其实还蛮硬的，不舒服。你不要这么爽的脸好不好，你一脸不耐烦还很爽的脸。想去高美湿地都遇到下大雨，那个风真的是很大耶，就是大到一个极限。当夕阳悄悄地沾满晚霞，一片金黄，你要往北边慢慢路程，金色黑黑的不像话。Yes， 挥一挥手，今天已经要退场。今天鞋子比较硬吗？他不爽了，他不爽了，睡你的觉，睡你的觉，裤脚，你去吧。去旁边睡。新鞋踩三下，あなたはだがお上手ですね。いやそんなことないです。恭喜你 MV 演出，谢谢。放 MV 给九九听懂了。他现在不爽，我叫醒他，他现在不爽。你讲干嘛？想干嘛哭讲，你想干嘛哭讲，一直咬家里的卫生纸，你说你为什么讲不听，你为什么讲不听，在那睡觉，去旁边睡，要睡去旁边睡，不要睡在我腿上，很酸。很酸，我很想乱动。说为什么要躺在这边然后还咬我。Hello 李威，谢谢。边听边睡觉，边听边睡觉，你就一直无限循环。大西洋这些短信，干嘛哭？
去旁边，去旁边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，去旁边，去旁边睡觉。你咬我，你就去旁边睡。哭讲，你真的是就不乖，不听话，不听话。我抓住你。感觉要进入梦想了，快点叫他去梦想，叫他不要坐在我这边。我要天乐老师的词都写得好棒，谢谢天乐老师，希望他不要再来抢我的位置。他刚抓了我，不知道是咬到还是怎样。有吗？有红红的吗？好像没有，好像还没有。好痛，没有没有，还没事没事。抓的灵不错，对啊，死小孩，真是的。被赶走前还要先乱一波，去床上睡裤脚。我决定了，我不要跟他，不要再跟他玩。不跟他玩，真是哈！看见夕阳的吗？宣传一波，看见夕阳吗？我要怎么宣传？我没有照片。夕阳，夕阳。看一下我有什么照片可以放，好像没有什么照片可以放。现在天黑了，应该是被抓，真的很会抢镜头。我没有抢镜头，没有抢镜头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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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看起来 是都被我删掉了 ，yes， 好像没有存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要去云端找，一直被联系，谢谢。大家找得到我就好了。从镜头前走过去，他刚刚被我教训一番，他现在在吃他的饲料。上一集看了好多次，越看越美。大家请多看几遍。找一下呢，在哪里呢？有啊有，还蛮多照片的。只是我懒得把它从云端再下载下来，真的是好麻烦。我们来看看大家都 po 什么，我再来想我要 po 什么。结果没有人 po 什么。宣传文吗？是不是大家都没有 po 文，只有陈思雅 po 了文？那这样我要破文吗？只有陈思雅破文。啊，明天再破就好了。明天再破就好了。期待林的生日短片。什么？我的生日短片？我的生日短片？有这种东西吗 ？MV 循环，谢谢。你要po明天的，思雅po了，其实我前天也po啦，前天吗？还是大前天？还是大前天？
有啊，我前天po了夕阳。夕阳。好了，那应该不是夕阳，那是早上的光。饭店会放出生日影片，他还在直播吧？给镜头多点反射，放出生日影片。自己吐槽，欸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好发。那我截一下 MV 的画面，然后就去发，这样子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截个画面，不要再 Uber Eats。那我要找一个，我要找一个我能看的画面。镜头感好，镜头就多。哦，懒得找我的炮，有人可以让我快转吗？这边应该没有吧。给我过，给我过。要怎么截图啊？截图怎么这么难？截图真难，我用录影的好了。开始录。OK， 结束，就这样一段一段就好了。这是什么？我为什么脸这么呆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要截刚刚那个，虽然我觉得我截不到。为什么要从头截？截这个会不会好像有点普通啊？没关系，先截再说，因为我觉得我截不到更好的东西。可恶！大家可以不要截图吗？大家可以不要截图吗？截图太容易崩了。大家可以用 GIF 图就好，用动态，动动。可恶！不好截啊，超难截的。没事，没事，我没有在笑什么。大家请不要截图，大家用录影的好吗？不行不行。嗯，好，我不要放太大就好，先截再说。不要笑同事，我没有笑谁啊，你们不知道我在笑谁。我只是笑那个风有点大而已。退。退位了。3731。
截图会不会？你是不是偷笑小晴？我没有偷笑小晴啊。努力截看看，大家不要截图，大家用动态动态。太难了，太难了，这真的是史上最难的一件事情。截图，我寻找不到我好看的截图。好可怕哦，不要截图了，人生真难。大家真的不要截图好吗？很可怕，我超可怕的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我放弃，我放弃截图。哎。那张我说哪有，那张很可怕哎、欸。可怕的点在我的嘴巴张很开，我的脸超大。真心难解，大家以后截我的图可以用 GIF 的吗？请大家做动动，截图太可怕。人生之难。嗨雨林，谁？嗨张雨林，张雨林，请不要截图，有点可怕。我要截，我是不是录影比较快？我觉得我录影比较快。我有录到吗？我有录到那个点吗 ？MV 好看，谢谢张雨林。张雨林，千万不要尝试着截图，太可怕了！根本截不到一张好的照片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张雨林，张雨林有参与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张雨林有参与。我是说，千万不要尝试截图。我要截这个。啊，不行！刘小晴的嘴巴张开着，怎么还没闭起来啊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是不是还是有点崩啊？哦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吧。再一点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先截再说。可以帮雨林截图吗？我帮张雨林截图吗？好啊，我很乐意，我很乐意帮张雨林截图。啊，张雨林不见了！张雨林，嗨，张雨林！很难截图，来寻找张雨林的截图。这个画面真的很难截 ，yes。
面面感到恶意，面面感到恶意，谁感到恶意？棒棒的，鱼鳞接起来啊！接起来，接起来，先结再说。有，等一下，为什么它下面有那条黑黑的？为什么它会跑出那条黑黑的？我很不开心。哦，这样可以，好。最好结的应该是说，肉肉都不用乱动。我一直乱动，超难结的，我很生气。我怎么那么爱乱动啊？我刚刚有看到张雨林。张雨林，张雨林可爱的辫子，这个是剪这个，截这个，我觉得截这个好像比较方便，大家可以截这个就好了。那我先自己截。我们要先等到那条线消失。OK。黄色的那个灵衣穿宝贴，看起来是年轻人的代表。我那件衣服看起来超长的，好不好？我身体看起来超长。显迪奇很好看啊。显迪奇为什么长得这么好看？可恶！我有点错过了。接封面，对啊，接封面还不错。等一下，鼻子有点痒。零，十秒，十一，十二，十四秒。我的脸有点呆滞，不行。这跟我刚刚看到的不是一样的画面。刚刚是不是漏看了什么东西？我长得很好看，张雨林长得比较好看。我太容易，怎么说呢？不受控的头发。人生截图真的。哦，为什么从头开始看？各位看到张雨林，张雨林这个不错，这个可以接。错过了。可是只有张雨林很正常，其他人有点崩。我可能要帮他直接他那一边这样子，我帮他裁图。怎么裁图？这样裁，帮张雨林裁图。怎么储存？完成。帮张雨林截图。你看 ，Hello 张雨林，你看刚刚这三张都有底线，这个底线，这个底线，不开心，我要删掉。我刚刚有截到一张没有底线，结果我刚刚截的这么辛苦，你看，刚刚截的这么辛苦，然后我截到这个。我接到这个暂停键，我接到了暂停键。
底线，底线不会，你看我最后没有接到底线，我最后没有接到底线，你看没有底线，要直接说拜拜，拜拜阿信，切换 APP 吗？我知道啊，你说这样滑动，这样我要重新截图。没按到 ，one more， 我截到天荒地老，大家从八点看我一直在看 MV， 大家就这样看，从八点一直看我看 MV 看到九点。可以调速度，是吗？可是这样看起来不会很奇怪吗？我超能抓的，我一直拼命乱动，我是史上最会乱动的人。啊！错过，回去，回去一点点就好。怎么说，可是把小迪裁掉又很那个啊，所以不行啊，小迪的嘴巴跟我的嘴巴不同。先结再说。先结再说，以为直播卡，算了，放弃。我要放弃这个行为。见。大家真的不要尝试截图，太难了。消退截。高糊，没关系，缩小就没有人看到了。OK， 我觉得我已经截够多了，用编辑软体比较好截图。真的吗？我是觉得好像不用这么。我们来尝试着修图。本来只是想铺个 IG 做什么，谁知道我弄的那么久。没有人知道我弄了一个截图弄了这么久。换了刚刚截到的图，有丢了，有丢什么？
你丢了什么给我？啊！等，是这样吗？对。截图是一门学问，谁可以开个课？开课的教学。当夕阳，截图时间比 MV 还长。换个刚刚截到的图。我觉得只截一个人算简单，你要截大家都是长得正常的，这是叫做超难的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地狱级的困难。总是会有一个人是崩坏的。剪接剪接剪接，他剪16:9，然后要剪短。截一堆风图，专业截风图，不用学这个好不好？我们应该要教大家怎么截好图啊，这是为了我们的着想。为什么从这么早就开始录？再过去一点，好，决定就这样子，先这样子，太困难了。然后分享，复制连结。为什么都没有人宣传？为什么大家都不宣传？没有最崩，只有更崩。不要比崩的好吗？崩的大家都会截图啊，大家都会。他明天要宣传每个，我先随便po个现实动态就可以了。啊，不啦不啦啦！真的，大家都不po现实动态，这是为什么？他一直在重播。背景有点可怕。白色。
剖现实动态也是一门学问。等一下，高产现实动态，嗯，坏掉了。现实动态是最困难的一环，一个环节。嗯，我画的有点丑。嗯，后来三十分钟发现动真的是非常贴切的一个。MV 第三张单曲，看见夕阳了吗？全形问号，全形问号，这是全形问号吗？怎么看起来这么不全形？全形问号，为什么看起来这么不全形？最后魔仙会在五分钟内消失，为什么？上引号跟下引号要白色的，奇怪的坚持。为什么这个橘色这么难看？没有接到满意的图，所以我用 MV 的影片。已经 MV 已经什么？已经怎么说？要怎么说比较好？已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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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公开了。Gift， 经历了无数困难。为什么这个Swipe Up 是灰色的呢？我想要白色的。我想要白色，它为什么不是白色？它为什么是脏脏的颜色？已经看了，谢谢。经历了无数困难，在我关播前，我会一直做这件事情。我想要白色的，彩色的很怪，不要彩色的。直播发现中的部分 swipe，
算了，我拒绝用 gift。我要 tag 限定器。Pokey， 顺便 tag 我自己。其实 tag 我自己没有什么用，但是我就是想 tag。Yes。MV 已经公开了。成功到九点，成功到九点。我没有要拖时间，真的。都是留言，都是截图的错。基本通了吧，我也这样能看得出，真的是太困难了。Swipe。真的没有纯白色的吗？有一个奇怪的人的动态。这个是白色吗？这是白色，那就用这个，只是看不太到。有点微妙的 swipe， 哎，就这样呗。觉得看不太懂，用画的。拒绝这个。用画的。啊！用画的，画两个箭头，三个好了。不行！啊哇！看到哇哇哇哇！坚持用一倍速，到底为什么那么多人气礼物？问那些很多人气礼物的人们。贴上网址，完成，然后上传。等一下，啊，你要听到魔鬼重放。魔鬼重放，放哪里好？放这里好。上传，谢谢大家，我终于结束了这个艰难的任务，太困难了。大家，我们明天就可以看到了。谢谢告白气球，请大家去我的现实动态查说，请帮我测试一下我的网址是不是可以进去，请我的网址是可以进去的吗？不对，好，应该可以吧。
天蝎人气变大，为什么突然从又开始从？我们不是说好要礼拜日吗？本日主题是发文日常，对，发文日常，今天是发文日常。被抓到，抢到 MV 头像，恭喜卡丘。哟，我们今天结束了这个，对，然后我要先念排名的。我今天难得晚上有50个人在看直播，哎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这样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我们从有送500的开始念好了，不然好可怜哦，差一点点而已。谢谢傅伟，谢谢陈瑜，谢谢何恩。感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MV 发布能吸引人气，谢谢。6000次，谢谢第10名轩轩，第9名是 Wilson， 谢谢 Wilson。第8名是小虎喵，谢谢小虎喵。第7名是 Akira， 谢谢 Akira。第6名是坤坤，谢谢坤坤。嗯。我讲错了吗？我讲错了，不知道。我有少讲吗？等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嗯，没有少讲，是9、8、7、6、5是坤坤，第4名是早葵，谢谢早葵。第3名是夜市冰泉，谢谢夜市冰泉。第2名是透露奖，谢谢透露奖。第1名是我们的 Skyline， 谢谢 Skyline。 数学是不是考得很差？你怎么知道我数学考得很差？我数学考得超差，谢谢。我连10都记不起来，怎么记公式呢？谢谢大家，明天见，然后后天见，直播见，大家就让我们明天见吧。欢迎你们再来多看看几次 MV， 欢迎追踪我的 IG， 谢谢，欢迎追踪我的 IG 哦，谢谢。可以做什么呢？周日直播间可以收集你们的礼物。MV 刷起来 ，MV 刷起来。如果刷腻了，可以刷 TTP 没问题，一起刷。再见，撒尤那拉，加吉桑，拜拜，晚安。各位晚安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是周念琪耶 ，Hello。谢谢，拜拜。晚安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啊，喝我的巧克力牛奶，我好想喝巧克力牛奶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日本の皆さん、お疲れ様でした。あ、また握手会で待ってます。2月。数年2月の忘れました。握手会で待ってます。あ、クリスマスの動画は明日インスタに載せます。多分朝ね、朝。7時、朝の7時載せます。
明天早上7点播圣诞企划，请大家锁定早上7点的 IG， 谢谢。谢谢各位，我在等待你们的留言的，谢谢。早上7点，早上7点，然后我就会刷新的。のせますだけ聞こえた。あの明日の朝、日本時間は8時。私のインスタにクリスマスの企画の動画を載せます。みんなのコメントを待ってま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给你们做个预告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预告呢？预告就是在哪里啊？找不到，找不到。预告就是早上这样。日本时间6点，为什么是6点？不是8点吗？接好 comment， 明天的影片就是一个很废的圣诞节企划，请大家多多多多锁定很废的企划，谢谢。请大家期待明天的计划，等待你们，拜拜，记错时区。早八重要，不能迟到。早上7点，谢谢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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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yes， 明天见，晚安晚安。记得去按 MV 哦，还没看的人，拜拜。